先用一下这个喷雾，这喷雾喷在脸上就是清凉油兑水的那种感觉，提神醒脑，就要来用这个。粉底用苏库的这个，我现在整个人就是浑身酸痛的那种状态，特别是臀部还有大腿特别酸，因为我这两天开始运动嘛，想让身材更好一点，然后开始运动。哦，我天哪，可能是太久没运动了吧，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然后一下子运动感觉特别吃不消。 CPB 的遮瑕膏，这把也是 Kat Von D 的遮瑕刷，它其实就跟这个粉底刷有点像，只不过比较小一点。定妆的话，我用的是纪梵希的这个四色的，因为它比较有光泽感，比较清透，觉得跟今天的妆效比较搭一些。遮瑕过的皮肤最好是用这样轻拍的，不要用画圈的，画圈的方式很容易把你刚遮好的地方又给弄没了，所以最好是这样轻拍，也可以用粉扑，但是刷子上去更清透一些。今天的眉毛我想画一个弧度不太明显然后比较弯弯的自然一点的眉毛，看起来比较柔和软妹一点，画眉毛是要比较耐心一点的，然后最好呢是手上拿一个镜子，然后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再放一个大一点镜子，这样手上拿的这个镜子呢是让你看它的就是眉毛的细节画得够不够自然，然后放远一点的镜子是给你看整个眉毛的形状，两边是不是对称啊这些，这样画出来的眉毛看起来会比较自然而且好看。然后一定要耐心一小笔一小笔的画。然后眉形的话，如果你的脸是比较圆一点的，是最好不要画太粗平眉那种，会显得脸更短更圆，然后画稍微有一点弧度可以拉长你的脸，就看起来比较长一点。然后大概就这样画一个比较淡一点的眉毛就可以了，然后用眉梳把前面眉头的地方再梳得自然一点，就是眉头这边要有点虚虚的，这样就比较自然。先拿 K 的这个修容把鼻影的部分稍微修一下，稍微带到眼窝，眼影的话我今天要用苏库的这一盘，这个它颜色是这种有一点粉配绿的颜色，很春夏，然后我朋友他极力推荐了这一盘，他说他画这盘出去就经常被人家夸说很好看啊什么的。我先拿一支这样的晕染刷，然后沾这个比较浅一点的粉色，这个粉色来作为打底，这样子的一个淡粉色，虽然颜色很淡，但是那个光泽感很好看，然后真人这样看的时候会觉得还是挺高级的那种光泽感。大概就是这样，是不是没什么颜色？然后我再沾这个深一点的粉色，深一点的粉色是这样子的，然后上在我的眼头跟眼尾中间把它空出来，然后眼头也稍微来一点。是这样子的，哇，我觉得还挺春天的那种，有点花的感觉，其实还比较洋气的那种粉，就是真人这样看我觉得不是那种很村很土的那种粉。我拿一把这种小头的刷子，这两个粉色混一下上在我的下眼尾，接下来就是我要用这个绿色，他们都说这个绿色是非常点睛之笔的一个颜色，就是很有一种清凉感在里面，上在我眼睛的中间还有眼头的位置，叠在这个刚才空出来的这个中间的位置。
啡色的眼线笔，就是画一个比较自然一点的眼线，基本上眼尾拉的就很短，基本上没有再延长。然后把这个扁的刷子来上这个最深的颜色，上在眼线的位置，然后稍微把它的晕染开来。然后卧蚕的话，就前面的这一块卧蚕，我就拿这个比较浅一点的粉色来画。就拿这个浅绿色在中间的，就是眼球正中间对下来的这个位置，稍微的点一点点。这样的话呢，卧蚕的中间这块会特别凸。睫毛膏的话，我先用这个打底来刷，因为我想要今天呢，它的睫毛比较翘一点。如果刷出来的效果好呢，我就可以不用贴假睫毛了。睫毛膏，但效果没有说特别好吧，但它就主要它是酒红色的嘛，然后它比较纤长吧，但是我觉得有点容易垂。哇，感觉我今天刷的睫毛还挺长的耶，哦，挺长的耶，是不是可以不贴假睫毛？然后我就要来勾一下我的卧蚕，卧蚕对日系的妆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还是用 KA 的这个修容粉，画卧蚕的时候就把眼睛这样有点眯起来，它就会凸出来一条，然后就这儿。然后主要是勾眼睛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稍微的晕到边上去。你看这边画过了就有卧蚕，这边就没有。脸上的沟通我想用的是这个 Too Faced 的这个钻石的，就稍微刷一下，然后额头上稍微的带到，看它那个光泽感就很漂亮。鼻尖也稍微来一点，可以让鼻子看起来比较翘一点。拿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颜色，它颜色很漂亮，然后比较自然的那种，刷上去不会有一种很重的修容感。做一个比较自然一点的修容，稍微在外圈的地方加深一下轮廓就可以了。我这两块肉比较凸一点，就这样就好。腮红也是苏库的，我感觉今天用了好多苏库的东西。再叠一点看妹的这个日系的腮红，比较喜欢就是一坨，它不是很匀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坨在这个脸上的这个中间一点的位置。鼻子上稍微来一点点，下巴上也可以来一点，他们很喜欢在各种各样奇怪的地方上腮红，稍微来一点点。有些人还会在耳垂上刷，但是因为我头发不太会把耳垂露出来，那我就不刷了。我想要再加一点这个 CanMake 的这个紫色，加一点点在就是最中间的这个位置，一点点就好。好，然后刚才我不是擦了很厚的一层护唇膏吗？你这样把那层护唇膏稍微压掉，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他们好像比较喜欢有点光泽感的唇膏，所以我会再叠一点这个 Fenty Beauty 的唇蜜。就这样子，然后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光泽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整个妆容就完成了。我